小零件盒。周末的天气可真好，毛毛在家门口的小路上玩耍。快点快点，再快点。啊，只能找爸爸帮忙了。爸爸。哎，哈哈，毛毛，怎么了这是？爸爸，我的玩具车坏了。让爸爸找找啊。找到了，零件盒。那我们开始修小车吧。首先把断掉的木棍拔掉，然后找到合适的零件。不行。哎，这个应该可以用。然后把零件放进去。好了。啊，太棒了，爸爸真厉害。多亏爸爸的零件盒里有收集起来的零件。啊，爸爸，这些小零件有什么用啊？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吧。你看，今天不就修好了你的玩具车吗？啊，我也想要个零件盒。我记得，哎，有了，这里有个小盒子，毛毛可以把零件收集到这个盒子里面啊。太好了，谢谢爸爸。可以放什么在小盒子里呢？松果，发现个羽毛，发现小木塞一个，还有什么东西能收集呢？啊，什么声音啊？哎，熊老师，你在干嘛呢？哎，哦，是毛毛啊，老师在修水龙头呢。你瞧，哎，没有合适的零件换呢。哎，先应急处理一下。老师，这是你的零件盒吗？嗯，里面都是老师平时收集的零件呢。老师，你看，这是我的零件盒。哈哈，毛毛真有想法。那老师把这个小别针送给你吧。加油哦。哇，谢谢老师。有根编绳。妈妈。哦，妈妈，你在干嘛呢？看我的零件盒。哇，好多好东西啊。快来看看本王子的新玩具。哇，竹蜻蜓。嘿嘿，好看吧。哎，飞得真高。竹蜻蜓掉下来了。琪琪王子，我来帮你修好它吧。啊，你会修吗？哼，交给我吧。竹蜻蜓、零件盒、叶片，现在开始修理。橡皮筋。哇，不太行。当当当当，琪琪王子，快看。修好了。哇哇，我的竹蜻蜓。这些零件根本就没有用嘛。算了，竹蜻蜓玩不了，我们去玩别的。好，一起去吧，毛毛。不了，那我先走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感觉我收集的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。那你也是这么认为的？不知道，反正我不想要这个小铁盒了。毛毛，这条编绳能不能给爸爸呀？可以啊。刚好啊，咱家风铃的绳子快断了。哎呀，看毛毛，只要使用恰当，小东西也能发挥大作用。啊，虽然爸爸说过要恰当使用零件，但具体要怎么做呢？光头强，我没事儿。
刮得强，你的裤子。哎呀，我裤子上的纽扣掉了，这下只能提着裤子走了，怎么办呀？哦，要不用我的零件试试吧？嗯，那试试吧。先帮我拿一下。你干嘛？我的裤子。这个。真的修好了。怎么这么紧呀？手被粘住了。试试这个。好啦。好了，谢谢毛毛。看来这些小零件还真挺有用的。萝卜头，你的羽毛球杆开裂了。看来用不了多久了。要不你帮我修一下吧。这个用树枝和布条加固，最后再打个结，弄好了。哇，毛毛你好厉害啊。不好裂。不好裂，不好裂，昆池原发大水裂。我们赶紧看看去。都被淹裂，怎么会这样？咋办呀？大家赶紧找东西把水舀出去。快点熊儿。不行。毛毛用这个。好累呀。咋还是那么多水呀？对呀，怎么都没有变少呢？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。喂，你们快来看呀，是这里漏水流过去的。在哪儿？在这边。等等啊。还是不行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俺的力气最大，俺来拧紧它。加油！加油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办呀？俺去找黑熊老师来帮忙。别碰我了。不行，根本堵不住啊。水变大了，怎么办呀？得赶紧塞住才行。到底怎么样才能把它塞住呢？小木塞找到了。来了！好了。终于修好了！耶！对了，小木塞的方法是谁想到的啊？老师，是毛毛想出来的。是毛毛。不是吗？这个应急方法真不错。其实这都是小零件盒的功劳。这个小零件盒真神奇呀。我们以后捡到小零件都可以给毛毛。对，都交给毛毛放零件盒里。修好了。哇，谢谢毛毛。不用谢。我的玩具车坏了，毛毛，你能帮我修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毛毛，你真厉害。哪有？小朋友们，
不起眼的小东西在适当的时候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哦。俺们下次再见。